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敲门。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：和沈彦州结婚半年，除了知道他是心脏科有名的专家，别的一无所知，就连见面也都是例行公事一般，每月见三次，月初、月中、月末。但沈彦州是个很不错的结婚对象，有车、有房、有存款，人长得帅。 又讨长辈欢心，没什么可挑的了。婚姻和爱情终归是不一样，看开了也就这样。月末了，算起来奶奶的药该吃完了，于是我开车去医院找沈燕洲。那这就是我说的例行公事的见面。到了地方，我熟练地按下五楼的电梯。上个月出差去了，前两天刚回来，沈燕洲还不知道呢。 百叶窗没拉，我看到里面熟悉的身影，以及一个身影窈窕、披着大波浪的女人。沈彦舟疲倦的捏了捏眉心，对面的女人忽然靠近，亲昵的弯腰。我静静看了两秒，随后淡淡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沈彦舟正皱眉起身，看到我后明显一愣。对面的女人起身，拿起桌上的病历，冲我笑笑。 麻烦学长了，但有些地方我还是不懂，下回再约吧。学长医术高明，技术也很高超，高不高超的我怎么知道？无论哪方面，我都不清楚。我静静地看着他从我身旁走过，门被关上。从始至终，沈燕州都对他的邀约不做回应，在我这里没有明确的拒绝就是默许。你怎么来了？ 沈燕洲和上手里的钢笔，眼睛亮亮的朝我走来，把包给我吧。我皱眉后退了半步，空气滞留了两秒。沈燕洲愣了一下，随后嘴角带着笑意。下一秒，两道声音同时响起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们离婚吧。”沈燕洲抬起眼，定定看了我很久，一双桃花眼要笑不笑的，有些冷。几个电话打来。 他烦躁的一一挂断，为什么？我依旧沉默。李李，婚姻不是儿戏。我当初问过你的，你说愿意当我的妻子，在我这里，既然同意了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。如果你因为刚才的事心里不痛快，我来哄你。我打断他，不必了，离婚就行了。他顿了两秒，自嘲的笑笑。李李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 一如既往的狠心，他这话说的莫名其妙，我却不敢苟同。除了当年甩渣男的时候狠了点，其他时候我不挺温柔的吗？我开口：“那药我先帮你带给奶奶。”随后走到门口，又道：“你要有空，随时联系我。我们去把婚离了。”沈燕洲没拦我，我自顾自的往外走。就这吧。 名存实亡的婚姻迟早要破裂。回到家后，我换好睡袍去泡澡，刚泡了没几分钟就停电了。我手机放在外面充电，我怕黑，生性就怕，于是我颤颤巍巍站起来去摸衣服。然而没走两步路就踩到了地上的泡沫，下一秒，房子里回荡着我凄厉的叫声，腰扭了，我跌坐在地上。 忍着眼泪，摸到了浴巾，正要裹上，突然听到了门被打开的声音。我大气也不敢出，生怕是什么入户抢劫的小偷。李李，听到沈燕州的声音，我也顾不上难堪了。我在浴室，嘶，你先别。下一秒，沈燕州突然推门而入，他开着手电筒，一脸正直的问我：“没事吧？” 我不着寸缕地站在浴缸旁，他是怕我还不够焦点吗？反应过来后，我手忙脚乱地去捡地上的浴巾，随后又发出杀猪般的叫声。我的腰啊！沈砚舟丢了手机，用浴巾将我裹住，横抱起来。我披着松松垮垮的浴巾，两个人的呼吸声一下在漆黑的环境里被放大，无迹可寻，却密密麻麻将我包裹住。 寂静之中，碰到的皮肤都灼热起来。我不太好意思的推开他，你，你离我远些。下一秒，来电了。暖光之下，我和他四目相对。本来就松松垮垮的浴巾，现在正沿着我的腿往下掉。啪嗒一声，世界都寂静了。沈燕洲黑眸越发幽暗了起来，他沙哑着开口：“黎黎，你说要离婚是吗？” 我愣愣点了点头，那现在呢？我仍旧点点头。他解开西装袖口，又松了松领带，捏住我的脚踝，一步步逼近。温热的气息洒在我鼻尖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的吻密密麻麻落在我刚洗完澡的皮肤上。突然小腹一疼，我推了推正在兴头上的他，沈彦洲，我大姨妈来了。 沈彦舟抬起头，眼里充满了难以置信。他长长叹出一口气，任命般拿浴巾给我裹好，然后将我抱起来。床上果然出现了一抹红痕。他没脾气道：“黎黎，你要玩死我吗？”这男人今天不对。随后他把我抱到浴室，洗好了叫我，或者我就在这等你洗好。我拼命的摇头。 沈燕舟，你正常点，咱们马上要离婚了。他坐在我放衣服的椅子上，语气玩味道：“那离婚前，我得尽一下丈夫的责任，你说是不是？”“是你个大头鬼！”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不由分说的把我捞到他怀里，怎么都不撒手。在我要挣扎的时候，他大手轻轻揉我的腰上，热热的、粗粝的触感，还挺舒服的。 姑且随他吧。一连几天，我腰伤请假，沈彦洲也难得空出时间，中午回来给我做顿饭。那天中午，我准备好了结婚证，默默放在餐桌上，以表示我离婚的决心。沈彦洲回来，淡淡看了两眼，然后拎着菜进了厨房。四十分钟后，他朝我喊道：“过来吃饭。”挣扎了三秒，我回应：“来了。” 饭桌上，两个红本本被垫在砂锅下当隔热垫。他自顾自给我夹菜，直到我碗里堆不下。我低头吃着，不理他。沈燕州轻轻开口：“离离。”我埋头苦吃，不去看他。知道你还在生气。昨天那个是我学妹，刚从国外回来。她父亲曾经是我的老师，亲自拜托我带着她学习历练。别生气了。 好不好？他态度真诚，可我仍有顾虑。那你们以后会经常在一起？你如何向我保证你们之间不会擦出火花？他突然看向我，语气坚定：“黎离,离，我和他不可能。之前的事是我处理不得当，叫你受委屈了。以后我会改正，所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”我看了他许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 沈彦周想好好和我过日子，那就好好过，我不亏。一周后，我好的差不多了。沈彦周奶奶打电话叫我们回去吃顿饭。沈彦周说晚上九点来接我。然而到了九点，沈彦周的电话又打不通了。过了很久很久，我自己开车先回去陪奶奶了。刚下车，手机里就收到一则陌生短信：“李小姐。” 学长手机没带，他现在和我在一起。随后附了一张沈彦州的侧脸照，也希望你识趣。沈学长和你不是一路人，我们才是最合适的。我们能一起讨论医学难题。你们呢？有聊天的话题吗？最好早些认清，你们终究是要分开的。不属于你的不要贪心。那角度一看就是偷拍，给我整笑了。 正要回怼，沈燕周奶奶走出门，亲切的拉起我的手，问道：“黎黎，小周没和你一起吗？”我笑着摇头：“他忙吗？我来陪您，您不会不喜欢吧？”奶奶喜欢你呀！都到齐了，快进来吃饭。我默默把手机关机。家宴上，我坐在奶奶身边，既要敬酒，又要应付七大姑八大姨。 从始至终，我身边的位置都是空的。沈彦周没来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奶奶接了通电话：“小周啊，你说李李呀、啊，在呢，就在我身边呢。”奶奶示意我接电话，我压着委屈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“等我，我很快就到。”“嗯，好。”我淡淡挂断了电话，又埋头吃起饭菜。蠢男人！不一会儿，门被推开。 沈彦舟和我四目相对，径直走到我身边。我来晚了，我摇摇头，不晚，一切都还不晚。平时沈彦舟忙得很，这算是结婚后第一次，他也出席的家宴。婚礼上没灌他的酒，都积攒在此时。沈彦舟端起杯子，来者不拒，一杯接一杯的喝，最后耳尖红红的。 家里的亲戚一个个离开，临走前不忘朝沈燕周喊话：“小周马上三十了，也该要个孩子了。小周啊，要加油喽，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出来。”沈燕周笑着说：“好。”私底下握住我的手，眼睛亮亮的。呵，他还有脸碰我！人都走了，最后只剩我们祖孙三人。沈燕周耳尖红红的，趴在我肩膀。 我也喝了酒，大半夜的家是回不了了。最后，奶奶笑着开口：“二楼小周的房间一直留着呢，你们回来之前我还打扫了一遍，今晚就住下吧。”我看着脸埋在黑色风衣下已然熟睡的沈燕周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奶奶看了我们一眼，笑着打开了二楼的灯：“早些睡，你也去休息吧。” 我扶起沈彦舟，跌跌撞撞往二楼走。他抓着我腰上的毛衣，声音轻轻喊着：“老婆，老婆，你个大头鬼！这是不讲清楚，老婆就成前妻了。”推开门，沈彦舟倒在床上。我打量着他的房间，很简洁。书桌上放着他小时候的照片和高中毕业照，墙角还放了一把小提琴。 我将它放在膝盖上把玩，琴身满是刻痕，像是主人发泄般的想摧毁它。这把琴看起来价值不菲，它让我想起了一位少年。我将它放在书桌上，一抬眼又看到放在书架最上层的小盒子，打开后我愣在原地：一张资助证明，一张汇款单，还有一张被撕碎的照片。 照片上，少年腼腆温柔的站在讲台拉小提琴。我记起了那张青涩的脸，是他。几年前，我和前男友分手，死渣男偷偷转移我的财产，我一气之下把他转移的钱全部拿来资助贫困生。当时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，砸了一百万。说起来，我也见过沈彦州，他高一那年。 我读大二，作为爱心资助人士，受邀去参加他们学校的庆典。可那天晚上，我撤资了。校长问我原因，我站在窗外指了指少年手上的琴，语气淡淡道：“你觉得他缺钱吗？他手上那把琴价值不菲，纯手工的，没个几万拿不下来。”校长哑口无言，我随后就离开了。 一百万被我拿去资助山区里的孩子，后来又了解到沈彦州是家道中落，可一百万早已捐到了山区。于是大学四年，我只好省一点出来作为沈彦州的学费和生活费。不过他并不知道是我。我沉默的看向那把小提琴，沈彦州忽然坐了起来，眉眼温柔的望向我，老婆，思绪被拉了回来。 沈彦舟把我拉到怀里，声音轻轻的跟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今晚上很忙。”牵着你的手敬喜酒，是我想了好多年的痴念。他低声笑起来，我愣了一会儿，随后皱眉推他：“别跟我装傻，沈彦舟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不然这婚必须离！你个不懂洁身自好的男人。”他停顿了几秒。 眯着眼，努力理解我说的话，随后双手掐住我的腰，将放到他腿上。谁跟你说我不洁身自好了？呵，我翻出手机短信，自己看。得他这样子，哪里能读懂文字啊？我清了清嗓子，正要替他读出来，他却将头埋在我发丝里，轻声道：“我没有，我今天确实去了老师家里，也见了他。” 但是为了医学上的课题，老师有个规矩：去他书房讨论学术的时候不能带手机，要留在客厅。我给你发微信了，也给你打电话了，可你好像把我拉黑了。想起来了，不是好像，上次出差回来就把他拉黑了。我撇撇嘴，一切都明了起来。那好吧，我原谅你。他却不依不饶起来。 翻身将我压在身下，攥着我的手腕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我不原谅你，你说走就走啊？凭什么？”最后，他攥着我的手腕，语气发狠道：“我好不容易把你弄到户口本上，离婚这件事，除非我死。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他这么坚定的选择，故而心跳漏了两拍。你表态说以后再也不提离婚的事。 他手上的力道有些大，我穿着短皮裙使劲扑腾，不知道踢到了呢。沈砚舟慢慢清醒过来，眸子幽幽地看着我：“大姨妈走了，来劲了是吧？”爱情方面，我向来不喜欢处于弱势的那一方，于是我指了指那个黑盒子，笑得一脸无害。沈砚舟，你当年可都是喊我姐姐的。他愣了一瞬。 随后勾着我的脖子靠近他，语气不善道：“姐姐，好啊，姐姐，咱们得算算账。神什么算什么账？我有些紧张。先是你对婚姻的态度，以后无论大事小事，只要生气了都可以和我说，我不会叫你一个人生闷气，请你相信我。但是以后不许再说离婚的事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本就不易。” 我想和你好好走下去，也请你不要轻易放弃我，我可以吗？我点点头。他清清嗓子，再说以前的事。撩拨完就跑事，怎么个事啊？我愣住了。撩拨他？怎么可能？他那个时候还是个高中生吧？沈彦舟提醒道：“你当年可是一口一个沈老师的。”想起来了，我心虚道：“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” 你消消气啊！七年前我撤资后，本以为我们再无瓜葛，可世界真的好小。他大一那年，成为了我弟的家教老师。少年长开了，眉眼精致，身形挺拔，只是更加沉默寡言，整个人疏离又冷淡，和当初台上腼腆却带着笑意的小少年相差甚远，所以我没认出他。 而那个暑假，我被我爸妈勒令回国，理由是我弟马上高三了，暑假得有人看着他学习。于是家里就剩下我、我弟、沈燕舟三个大眼瞪小眼。那个暑假，我对白白净净、气质又很冷淡的他十分感兴趣，各种撩拨，各种表白，可他依旧不喜欢我，还刻意疏远我。好吧，那时候我觉得。 二十岁的沈彦舟明晃晃地讨厌着二十三岁的李李，可以说是厌恶至极。所以借口追人未遂，需要疗伤，我从我爸妈的眼皮子底下溜到了国外。再别就是七年后，他已然褪去青涩，一身高定西装，气质金贵。我忽而想起相亲的时候，他金贵淡然地问我：“李小姐曾经有没有过喜欢的人？” 一众相亲对象里，他是最后一个，也是叫我清新的。窗外下着小雨，天色阴沉的吓人。我谨慎的斟酌道：“几秒钟的心动肯定有，但喜欢还不至于。”所以他那时冷笑一声，语气凉薄，几近讥讽：“那李小姐的心动可真廉价。”他摘下金丝眼镜，扯了扯领带，啪叽一声。 头顶的灯被他关了，他的手抚摸上我的耳朵，手指一下又一下的揉捻我的耳垂，摸耳朵这事是,是恰到好处的距离，足以叫人溺死在他的眉眼里，像是浪花轻柔亲吻礁石。可下一秒，气势越蓄越足，他声音沙哑的不像话：“离离，光道歉没用。”随着话音落下。 他似乎蓄积了千军万马的气势，千浪击石，水滴石穿。一夜无眠。第二天，奶奶上楼催促我们吃早饭的时候，沈燕州用被子将我裹得严严实实。救命！被长辈撞见光溜溜的肩膀，一定会被猜到吧？我红着脸埋在被子下。沈燕州低声笑了笑：“好，奶奶，我们马上下去。” 奶奶笑得比往日开心多了，哎，好好好，不过也不着急，你们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直到奶奶下楼了，我才红着脸从被子里钻出来。忽然和沈燕洲对视上了，他眉眼含笑的望着我，我正要转开脸，他捏了捏我的脸，半露锁骨，声音沙哑喊,喊我：“老婆，我足溺死在沈燕洲的男色中。” 沈彦舟不遗余力道：“老婆，我今天晚上能早点回来，我足得透透的。”缓了好一会儿，我拍了拍自己发烫的脸，才去洗漱。饭桌上，奶奶发自内心的合不拢嘴。虽然老人家什么都没说，但看破不说破的眼神，我真的会害羞。一顿饭，我几乎将脸埋在碗里了。饭后，沈彦舟带我回家。 刚到家门口，老板就给我打了通电话，他又要我出差，不知道人家刚过上蜜月般的夜生活吗？挂断电话，我愧疚的望着沈彦州，你可能要守一段时间空床了，我得出差。”沈彦州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随后开门进了房间。要多久？我低声道：“两周。”他转身进了房间。 就当我以为这男人生气，正要进屋轰轰，却发现他拉出角落里的粉色行李箱，将我常穿的几套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行李箱。放好后，又走到我的化妆台，清晨的阳光洒在他侧脸上和骨骼分明的手指上。此刻，他褪下所有的疏离，就那么静静的站着。 将我常用的护肤品按我护肤顺序一样样放进化妆包，我一时有些看呆了。直到他拿着一个黑瓶子看向我，黎黎，这个你快用完了。我愣愣回他：“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到地方再去买一瓶吧。”他从抽屉里掏出一盒新的，边拆包装边说：“那就带这瓶新的吧。什么时候买的？” 我缓缓走到他身边，戳了戳他的腰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这么上心的？”他低头将那瓶面霜放进化妆包，又拉上拉链。从娶你的时候，我撇撇嘴，手上加大了力道，继续戳他腰。当年说不喜欢我，转头又娶了我，婚后还对我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你确定真的喜欢我，而不是想报复我吗？ 他捉住我的手，感慨道：“我不会和女孩相处，也不知道怎么讨你欢心。凭我的直觉加上对你的了解，刚结婚就对你表露爱意，你大概率会被吓跑。到时候跑到国外，又会让我等七年。七年时间不是等不起，而是人生没有几个七年。人的一生不算太长，我格外想留你在我身边，娶你。” 是我做了要交付余生的决定，我眼睛有些酸，轻轻点点头。沈燕洲，那你七年前为什么要拒绝我的表白呀？李李，我也有自己的自尊呀。抛开一切不说，你那个时候不是真心实意喜欢我的吧？确实，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打算开始一段长长久久的爱情。我看着他的眼，轻声道：“沈燕洲，对不起。” 他摇摇头，亲昵的抱住我，温柔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：“离离，没关系，只是以后别再想着和我离婚就好。”我心里猛地一颤，老公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我以后把欠你的七年时间补偿给你。他拉开了些距离，带着笑意道：“哦，你要累死我吗？”啊！大白天的，他说的是什么话呀？ 在他眼神不对劲的时候，我及时喊停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你别过来了，我现在就得去机场。”他压下眼里的欲望，无可奈何的在我额头落下一个吻。“那就等你回来。”刚下飞机，沈燕洲就给我打了个视频。视频里他正吃着饭，我眼尖的看到米饭是一块一块的。你这饭都放多久了？都凉了。 他边笑边往嘴里送。上午刚做完两场手术，有些耽误了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那你好歹加热一下吧，你这样对身体不好。他笑着盖上了餐盒，语气略带哄骗的意味。好，下次一定加热。正说着，突然有个穿冲锋衣的帅哥喊我：“你好，是李姐吗？我是公司派来接你的。”我愣了愣，正疑惑他。 怎么认出我的？帅哥笑了笑说：“哦，我实习那会儿听过你的演讲，我是你的头号粉丝。”沈燕洲咳了两声，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：“李姐，你在外面还有多少个弟弟？”还好我戴着耳机。我红着脸解释：“没有的。”帅哥自然而然接过我的行李箱：“李姐，咱们走吧。”我跟在他后面，车上。 他细心地问我：“李姐不冷吧？”我下车的时候没熄火，空调暖风一直开着的。我边解下围巾边客气道：“谢谢啊，挺暖和的。”“没事没事，其他人才没这待遇呢。”“谁叫你是李姐呢？”“哈哈哈,哈。”沈燕洲悠悠道：“谁叫你是李姐呢？”我清清嗓子回：“帅哥，那那你人还怪好的嘞。” 小帅哥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，李姐，没想到你这么随和，甚至有点可爱。我及时挂断电话，干笑了两声。我们这边有不少旅游景点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您要是有需要，我可以带您转转。不麻烦了，还是先忙工作吧。那行，您想出去转转了就喊我，我随叫随到。一连几天，我都忙得昏天黑地。 沈彦舟有时候给我打视频，我也接不到。等到我忙完了，算起来正是他睡觉的点。医生那么辛苦，我巴不得他多睡点觉，肯定不舍得打扰他。所以我们基本处于失联状态。原本预定的两周出差时间，一下子又拉长了战线。甲方爸爸话说的比谁都客气，谈起合同来主打一个油盐不进。 笑面虎一个，沈彦洲等不及了。等我接通他的视频电话时，他都已经落地我出差的地方了。我放下手头快收尾的工作去接他。你这么忙，怎么来了？沈彦洲无奈的笑笑：“你都忙糊涂了吧？快过年了，我来接你回去过年啊！”我惊觉：“这么快的吗？一年都要结束了。我一向没有看日历的习惯。” 日期在我这儿不太重要，那你今年有多久的年假？沈彦舟将我的手包住，放进他的大衣口袋。放心好了，半个月有了。我疑惑道：“啊，你不是最多一周假吗？”他笑了笑：“老师不是叫我带学妹历练吗？我把手头上的事都交给了他，包括值班。有些解气。那你老师不会说什么吧？”“哦，说了。” 他说：“师妹心高气傲，就要做些这样的小事，好好磨磨她的心性。”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这老师还挺了解自家女儿的。当晚，我本来打算带沈燕舟正儿八经的吃顿晚饭，因为我觉得沈医生应该不会喜欢烧烤、麻辣烫、肥肠和啤酒。破天荒的，他打开地图找了一条小吃街。我一脸迷茫，沈医生。 你不是最讨厌这些了吗？他笑了笑，还行。你不是最喜欢这些了吗？我点点头，心里却好奇他怎么知道的。于是我们最终去了夜市，人潮拥挤的小吃街弥漫着热气腾腾的香气。我们接地气的买了烧烤、卤味和小龙虾。冬天的小龙虾不肥还贵，但总馋那个味道，故而也买了一些。 回来遇到一家超市，沈彦舟说要进去买两瓶水，可我分明看到他在收银台那个地方多站了一会儿，手上还拿了一个小方盒。都是成年人了，不会不认识那个。我脸上瞬间火辣辣的，要是有镜子的话，我估计我的脸跟那煮熟的小龙虾都一个色号。我将半张脸缩进毛衣里。 沈彦周出来的时候，我还可疑的往下钻钻。电梯里，沈彦周盯着我耳朵发问：“李李，耳朵怎么这么红？冻的吗？”他伸手去摸我的耳朵，冰冷的触感叫人不由得缩了一下脖子。他轻笑一声，颇有些意味深长。一回酒店，沈彦周看着我凌乱的房间，眉心直跳。 他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接受他头顶上被我挂了七八条小裤裤的事。五颜六色的小衣裳就那么挂在空调底下，随着空调风的吹动，就像彩旗一样飘啊飘啊。我红着一张脸，小声解释：“总不能不洗吧？天那么冷，洗了很难干。我只能在这儿挂着。”他揶揄的看了看我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迎宾挂的彩旗呢，哪来的宾客？这次又在调戏我吧！我愤恨的钻进浴室，打算洗个澡冷静冷静。洗完后，我扎了个丸子头出来。沈砚舟把吃的摆好放在桌上，矿泉水被他丢到热水壶里加热一会儿，温温热的时候拿出来。他拿了衣服去洗澡，我打开投影找了个好看的电影。 屋内暖灯亮着，电影正在播放片头，桌上摆放着我爱吃的美食，真的有种家的味道。不得不说，我还是很贪恋这种温馨的。不一会儿，他穿着睡衣出来了，靠在我身边坐了下来。电影正片开始的时候，他戴上手套开始给我剥小龙虾，像大多数女孩子一样。 我也开始对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这种话题感兴趣。沈先生给出的回答一如既往的好笑。他不慌不忙地将小龙虾放进我嘴里，轻声道：“大概是你前男友找你复合的那段时间。”他说的是他给我弟做家教的时候。深夜，某女子驱车直奔烧烤摊，回来的时候左手拎着两盒小龙虾，右手捏着一只小龙虾。 喝的烂醉，坐在家门口。那个时候，他就住在我家里。你当时看到我后，拽着我的裤腿问我：“小龙虾怎么那么麻烦，剥的人手疼？”我就问：“那你带这么多怎么吃？”某女子傻乎乎的将右手的龙虾放进嘴里嚼了起来，还挺骄傲的说：“山人自有妙计，就是有点费嘴。”我脑海中突然有了画面：“救命！” 我真的会尴尬死的吧？我怎么记得当时还用嘴笨拙地给他啃了一个干净的龙虾，问他吃不吃？好像被无情推开了，拒绝后我又哭又闹，呜呜，又是一个渣男，在家里摆着一张死鱼脸，在外头又瞪着一双死鱼眼，呜呜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我撇了撇嘴，看着眼前人，沈先生。 这么温馨且浪漫的时候，就别说我的丑事了。你好不解风情的，他凑过来亲了亲我的脸。李小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你了。这么早的吗？李李，我可真不错。好一会儿后，吃饱喝足，我去漱了个口，打算回去继续窝在他怀里看电影。刚出门就被沈燕周横抱起来。李女士，夜深了。 他又用粤语轻声道：“要粉作你。”电影最后放着男女主重逢的戏码，我很后怕的想：倘若这世上没有那么多的久别重逢和破镜重圆的戏码，等待的那个人会一步步溺死在无尽的等待里吧？然后由满心期许变成心如死灰，最后结婚生子了却这短暂的一生，光想想就难受。 我紧紧抱住沈燕州的腰，幸而这世上的月老是心软的，将手上的红线牢牢记在我们万间。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我们又回到了彼此身边。大家还记得上文中提到的撩拨沈燕州的事吧？不装了，我确实干过。大约是在七年前，我弟高三，沈燕州到我家给我弟当家教。 我爸妈忙着生意场上的事，无法亲自监督，于是我被勒令回国。回到家的第一天，因为时差问题，我睡得昏天黑地。大概六点半，我被一阵门铃声吵醒。黎浩那小子睡得跟死猪一样，电话都打不通。我揉了揉眼睛，踩着拖鞋往外走。门打开后，我瞬间瞪大了双眼。 救命！在国外那么久，我见过的帅哥也不少了，眼前的沈砚舟却叫我眼前一亮。骨骼分明，有种很迷人的气息，尤其是那手臂和脖子，青筋暴起，看起来很有力量。男孩子的脖子和手臂有劲儿，真的帅死了！我笑弯了眉眼。你好啊，少年抬了抬黑色鸭舌帽，声音清冷：“你好。” 我是黎叔叔请的家教，他顿了顿，又询问：“没问题的话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补习了。”反应过来，我笑着拉开门：“小弟弟，姐姐虽然看着稚嫩，但可不是你的补课对象哦，你得喊我姐姐哦。”回国前，陈女士和黎先生强烈要求我把头发染回黑色，此刻又没化妆，素净着一张脸，看起来确实蛮乖的。 他垂下眼，我此时正穿着杏色丝绸吊带睡裙，阳光下白的刺眼。姐姐沈燕周别扭的又抬起头，正好撞上我含笑的目光，他立马转开视线，却可疑的红了耳朵。往后的日子，我时不时借着给黎浩送水果、送水、送饮料、送坚果，悄悄看一眼沈燕周，主要是。 我老爸老妈勒令我在家好好看着黎浩，我哪有机会看外头的美色？眼前的沈燕洲，清纯男大，身高幺八五加，身上带着淡淡的疏离和高冷。反正我是看对眼了。来来来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沈老师，你吃点水果。黎浩那个鳖崽子嘴里没个把门的，贱兮兮的提醒沈燕洲。 沈老师，我姐这可是看上你了。细数我历届姐夫，就没有和他在一起超过三个月的。沈老师，你可别被我姐人畜无害的样子骗了。我丢下果盘，小兔崽子，我真想今天把你炖了。小兔崽子懂什么呀？我倒是想谈一份长长久久的爱情，结果呢，不是被人骗，就是正在被骗的路上。 人不是看中我的钱，就是看中老黎的家产。这些男的不分手，留着过年吗？沈燕洲静静地看着我们拙劣的玩闹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我突然觉得没意思，收起要打黎浩的手，轻声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沈老师，可别被我骗了。”沈燕洲难得抬头看了我一眼。第二天，沈燕洲请了一天假，我无所事事一整天。 第三天，沈彦舟依旧请假，一直到第五天，我看了眼在沙发上晃着二郎腿、躺得不成人样的黎浩，最终没忍住揍了他一顿。来，把你沈老师的家庭住址给我写下来，否则老黎和老陈问起来，我就说你躺了一星期了。试卷是一题没动。黎浩声音闷闷的跟我谈条件，可以是可以。 那你带我一起去，带他，碍事不带？他扭扭捏捏解释：“带着吧，带着吧。”沈老师住的地方很偏远，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。随后，我开车带黎浩找沈燕州，黎浩确实没说错，沈燕州住的地方很偏，很破旧，也很乱。我在一条狭小的小路里七拐八拐。 头一回知道魔都还有这么破旧的地方。终于在第 n 次急刹车后，我没忍住询问：“黎浩，你沈老师家至于住在这地方？这么远，你确定他每天都从这来给你上课？”黎浩收起手机，有些严肃的看着我说：“是啊，单向行程都要两个多小时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有很长一段路是没有公交车的。” 也就是说，他至少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。我沉默了。林浩继续开口：“所以呀、啊，老姐，你放过沈老师吧。”我皱了皱眉，没再说话。最终，我们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见到了沈彦洲。他病了，家里只有他一人。我伸手摸了摸他额头，烫得吓人。沈彦洲费力睁开眼，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 我撇撇嘴，扶住他来救你呀、啊，沈老师。林浩把他扶到车上，我开车送他去了医院。自那之后，我就和沈彦周商量，补习期间住在我们家里。结果他皱眉看了看我，好像我不怀好意似的。不用麻烦了，我换了个说法。那好吧，我每天接送你，这可以吧？他没回答，背上书包准备回家。 晚上九点半，公交车早就没了。我拿起车钥匙，朝他背影喊：“沈老师，我送你啊！”他在副驾驶疲倦的闭上了眼。等待红绿灯的时候，我伸手对他的眉眼跃跃欲试。他忽然睁眼，捉住我的手，凶狠道：“黎黎，别玩我了！”我朝他眨巴着眼：“你不试试，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的呢？”他叹了口气。 有些严肃的对我说：“我很清楚，对于你而言，我算什么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”车上的气氛有些冷了下来。我若有所思地握着方向盘，直到沈彦舟推门下车，轻声道：“谢谢你，以后不用这么麻烦了。”我笑着朝他挥手：“好，明早上八点，我准时来接你。”他愣在原地，我打方向盘掉头。 车屁股蹭到了电线杆子，你小心点！我探出头，你担心我呀？他有些局促的压低鸭舌帽，我按下车窗，朝他挥手再见，沈老师，明天我来接你。后视镜中，他抬眼一直看着我的车离开。然而第二天，我爽约了，理由是我闺蜜凌晨五点进了医院，据说是痔疮裂了，大出血。 他在这地方也只认识我一个人，那我肯定得去啊。沈彦州那边，我只好叫了专车去接送他。下午两点，他吵着要出院，医生查看了他的情况，简单交代一下，也就同意了。我打算回去拿两套衣服陪护他几天，顺路就把他带到了家里。他在楼下等我，一进门，沈彦州沉着脸坐在客厅。 黎浩在房间写试卷，闺蜜大声催促我：“黎黎，你快着点，我这儿离不开人。”我在沈燕州的注视下去了二楼拿衣服。下楼时经过黎浩的房间，我小声道：“那个，我去我朋友家住几天，他刚做了手术，离不开人。”沈燕州批改卷子的手一顿，卷子上出现了长长的痕迹。偏他什么都不说。 叫人心里发毛。黎浩朝窗外伸头看，是个男的呀。友情提示哈，你再不出门，他就扭着屁股进咱们家门了。我皱了皱眉，行，那我走了哈。自那天后，我在微信上找沈燕州解释，然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两天后，我再也坐不住了，驱车去沈燕州家。那天晚上，月亮明亮的吓人。 明晃晃的揭露着我们之间的边界。沈彦舟穿着黑色短袖，头发微干，站在月色下，晚风吹动他的发梢，他整个人都透着疏离和冷淡，开口说的话也那么冰冷。黎黎，就到此为止吧，我们不合适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下周的课上完，我就会离开。”我轻声哦了一声。说实话，我并不难过。 只是胸口有些闷，那就点到为止吧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可以。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沈彦舟，我好像也没那么喜欢你。我转身钻进车里，他抿了抿唇，最终上了楼。当晚，我连夜收拾行李。林浩早就朝我爸妈打过小报告，说我看上他家教老师一事。这下好了。 我借口追人未遂，需要疗伤，连夜出国。走的时候，居然意外地哭肿了眼睛。黎浩送我坐上出租车的时候，反常地问我：“他欺负你了？你干嘛哭成这样？”我揉了揉眼睛，钻进出租车。是啊，他就是个大蠢蛋。再别就是七年后，二十九岁的我被我爸妈勒令和他们物色的相亲对象见面。 然而，我在圈内的名声并不好，原因是我流连于各类男模之间，照片都传回来了。照片里，我正拿着铅笔丈量金发碧眼帅哥的腰围，但我必须说，那是造谣啊！首先，我是一名设计师；其次，我需要量他们的三围，难免有密切接触，怎么传回来就是我一个月换十几个男朋友了？ 流言可畏啊！一众相亲对象里，大都匆匆来又匆匆走。他是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叫我倾心的。他穿着一身高定，戴着金丝眼镜，头发梳的有条不紊。窗外下着小雨，莫名有些压抑。他端起咖啡抿了一口，眼睛看着外头的雨，漫不经心的问我：“李小姐的事，我也都听过。曾经有没有真心喜欢的人？” 我看着他精致的袖口，谨慎斟酌道：“沈先生说笑了，年轻时候的心动肯定有过，喜欢到还谈不上。”他眼睛看向我，语气几近讽刺：“是吗？那李小姐的心动可真廉价呀！”我愣了愣，他大概误会我是个海后了。我气不过，拉住他的胳膊：“沈先生，虽然不知道您说这话什么意思。” 但我还是要替自己解释一下，工作需求避免不了和那些男模接触，我又不是圣人，几秒的心动肯定有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工作之外，我从来就没和他们联系过。我起身，怒气冲冲的离开，结果被一场雨困在店门口。他握着伞走到我身边，李小姐，我送你。不需要。好。 他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，撑伞走进雨里。老天，你也太叫我丢脸了！我本以为我们之间结束了，我妈二轮相亲继续轰炸。谁知两天后，她拨通了我的电话。周一，民政局上班，我们领证了。婚后头一个月见了三次，第二个月我出差，第三个月他出国学习。算起来。 结婚半年，我们都没见过几面。其实七年过去了，我对当年的他确实没什么印象了。单说名字这事，我确实也怀疑过。我暗戳戳的问过黎浩，那小子说早就没联系了。后来又试探了一波，沈燕洲轻飘飘的说重名了吧？我半信半疑。当年的沈燕洲明确说过不喜欢我。 他怎么可能在七年后又和我结婚？换句话说，等一个人七年，这是我只在电影里见过。电影里的七年总是一闪而过，可现实却是每一个日夜实打实的过着。所以呀、啊，沈燕舟怎么能是当年的沈老师呢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要是我喜欢的人傻不愣登等,等我七年，婚后还不明说，我一定一定一定。一定 给他揍死，所以你们要是见到了鼻青脸肿的沈医生，不要惊讶，李女士干的。沈医生确确实实等了我七年。某次受邀到学校给学生上课，快放学的时候，有个男生站起来问我：“沈教授，最后一点时间了，可以问您一个题外话吗？”我放下手中的教材道：“可以。”您真的等了师娘七年吗？ 这七年您是怎么过的？我点了点头。要说起来，其实七年不到，因为提前半年我就把他忽悠到了结婚证上。周围一阵起哄。我抬了抬眼镜，继续道：“其实对于我而言，等待不是一件漫长的事。这可能和我从事医学研究有关，我很有耐心。那七年里，我一边攻克医学难题，一边等他回来，算不上难熬。” 其实我自己都不确定能不能等到他，毕竟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不确定。但我能确定一点，他没出现的时候，我没做结婚的打算。其实得知他哭肿了一双眼出国的时候，我后悔了。可那时候的我，不仅给不了他想要的，连温饱都是问题。他是一时兴起，可我的心绪却被他扰乱了好多年。周围又有女生问我。 教授，那你们之间错过了七年，岂不是没有恋爱基础？我将教材放进包里，回答他：确实没有恋爱基础，所以我们结婚后开始谈恋爱。但是不建议你们这么学我。世事无常，七年时间可以改变太多事。我很庆幸七年后的重逢，他还没成为别人的妻子。后面还有想要提问的同学，我笑着拒绝了。 原因是，我看到黎黎抱着女儿站在教室外，你们师娘还在等我回去做饭，就先下课吧。我接过黎黎怀里的女儿，小家伙胖脸贴了过来，抱着我的脸就啃，小手还一下又一下戳我另一边脸。黎黎挽着我胳膊，兴冲冲的问：“你刚刚说什么了？”身旁有经过的同学接了话：“师娘好。” 教授刚才在说等你的七年，黎黎自来熟道，可别跟你们教授学，容易挨揍。那位同学震惊啊，教授还挨揍了。黎黎揶揄的看了我一眼，我没揍他，但我生了个小的折磨他，这不正啃着呢吗？我笑着点点头，揽着黎黎先走一步，到了没人的楼层，黎黎一下又一下戳着我的腰，是不是啊？ 沈老师，可不是嘛，腰上的牙印还在呢。咿咿呀呀，小团子捧着我的脸流口水。哈哈哈,哈，你女儿说是，那就是了。这辈子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心甘情愿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